你唔試你都唔會知道，中女都有一日可以變成藝人。今日 Andy 好開心，因為我又見證另一位2024年新人圓夢啦 ，Vinny。Yeah, 我仲開心啊！多謝你邀請我嚟訪問。係啊，我好開心咧，見到阿 Vinny 之曲兒咧，你嘅第一首人生中嘅第一首派台原創歌曲《Got to Try》。Got to Try， 所以真係你唔試你都唔會知道，中女都有一日可以變成藝人。呢首歌咧，我覺得最大嘅驚喜咧，就係佢唔係走一般港式歌曲嘅。其實裏面我覺得融合了少少一些西方節奏啦，有少少的 rhythm 啦。首先要很感激我哋嘅 A&R 啊 Vicky 啦，其實佢聽咗我成個 Johnny 好聲音比賽之後咧，佢就俾我一個定位，佢話你係一個好樂觀啦、好正面，同埋見到你就好想即係喂咁樣。同埋我有同佢分享咧，我自從參加咗呢個比賽之後，我的粉絲或者街上面的街坊跟我打招呼的時候呢，他們是 yeah 所以我發覺我好像那個磁場吸引很多這種的開心那種快樂，所以呢他一開頭的定位就是我想幫你找一首比較有律動感的歌，那我們就開始向那個方向發展啦。即是你的前奏一出來的時候呢，好像一個女性在摸索著、啊、我已經是一個人妻，我已經是一個媽媽，我又是一個創業家，我想我就止步於此啦，就繼續慢慢好營運好呢三樣嘢，但係唔係喎，仲有一個新嘅世界喺度等緊我喎。有一種咁樣嘅畫面，我就覺得第一首歌我要講一講我自己即係創業時一種艱難，同埋呢首《Got to Try》咧，其實係自己同自己嘅小聲音、腦海裡面嘅小聲音去對話嘅，因為我哋平時好成日都會，你好似好努力，即係好勤力嘅時候，你個腦就會同你講好攰啦。唞下啦，咁辛苦做乜啫？呢個係你自己話俾你聽，咁呢個嘢就會逼你停下你嘅腳步，歇下啦。但係你而家呢個 Got to Try 其實係我想同我自己講 ，Got to Try， 你一定要衝破你嘅極限，你 try 咗先啦，你唔 try 你唔知嘅。所以其實呢首歌係即係送，即係話翻俾當初我創業嘅時候，我成日都同我自己講，你試下啦，你試下。雖然香港冇人做呢個自助烘焙。你的 marketing 會行得很辛苦，但是你 try 了先啦。跟住第二個階段就是中年好聲音，你沒有這個即唱歌的背景不緊要啦，你 try 了先啦 ，try 了可能有個新的境界。咁我就將呢個故事咧，我就同咗殷敏賢老師就講啦，跟住佢就話 OK， 咁我就幫你填詞啦。因為我聽呢首歌，我覺得很好聽啊。咁但係我覺得一啲都唔易唱，我覺得你都即係 try 咗好多好多次。嗱、我想知道咧，你練習呢首歌啦，同埋入錄音室嗰陣咧，會唔會其實都經過好多艱辛咧？即係會令自己點樣可以唱得到呢首歌？就係同自己講 gotta try。咁我嘅監製咧係陳厚威 Gareth 啦。咁其實佢本身就係、是、我見到佢之前 produce 嘅歌曲都係好正噶，即係佢嘅合作嘅歌手都係好有好有自己個人風格嘅。咁其實 Gareth 咧同佢錄音嘅時候，佢俾咗我好多唔同嘅一啲 idea， 話俾我聽，其實你可以用唔同嘅共鳴位去唱呢首歌，你唔需要一開始追我所向有難阻。不需要這樣，你可以用一種女性的柔軟方法，吹我手向有難阻，即是你可以這樣 去表達。我覺得他打開了我很多不同的，即對於唱法的一些想法，所以我很感激 Gareth 他的一些 idea。 原來 Gareth 一開始叫我唱的時候，我一卵嘴由頭和後面的 rap 一次過全部唱完的，跟住我就說哇好辛苦啊，真的斷氣，原來這首歌這麼難。 Gareth 就跟我說一句，You pick a hard song， 中間有個 beat 嗰個字 ，You pick a hard song， 跟住我就話 OK，I、okay, gotta try， 再努力啲。但我知道 Venus 咧係一個有理想，你想要嘅一定唔係淨係一首歌嘅，你希望嚟緊兩年之內啊，之曲兒會喺音樂路上仲有一啲乜嘢突破俾我哋見到。我首先出咗呢一首歌，想睇下嗰個市場嗰、那個。那個接納嗰個能力啊，即係呢一種歌路，其實有時係個市場話翻俾你聽。咁當然啦，我自己身為 artist， 我梗係想做香港嘅 Lana Del Rey 啊，我係想唱一啲迷幻少少嘅，真係有啲 R&B 啊，或者啲 soul 嘅一啲 music 嘅。咁當然啦，但係如果我要繼續唱落去，我覺得我都要唱一啲希望可以有啲耳熟能詳嘅一啲 K 歌啊。
即係你唱 K， 我想點一首 Venus 嘅歌曲嚟唱下喎。我覺得我想有一種咁樣去融入人哋嘅生活之中，因為有時候我想做嗰啲嘢可能太唔夠同你 close， 即係同嗰個聽眾。咁所以我首先我第一步我先解決咗，我係想入每一個人嘅心嗰度先嘅。咁呢個都係我自己對我自己嘅要求，亦都我要學習嘅嘢，就係點樣可以唱到佢哋嗰個心嗰度咯，係啦。幼稚者是警醒，同埋你嘅歌名已經講出你的心聲啦。Got to try， 我相信咧喺未來嘅日子咧，你一定會繼續 try 嘅。我都要多謝曬所有中年好聲音嘅所有嘅戰友啦、製作團隊啦，跟住我喺嗰個過程當中認識嘅所有人，因為嗰個 show 造就到今日嘅自己。咁阿爸阿媽嗰啲唔使講，一定要噶啦，魏生老師一定要噶啦，所以 everybody 同埋今次製作歌曲嘅幕後嘅所有團隊啊，最後嚟多謝你有咁靚嘅編曲，真係好正好型。跟住啊，陳夏威啦，跟住又多謝阿 Vicky 啦。哇，原來呢啲頒獎嗰啲時間咧，係原來平時啲人咁 stress 啊，你好驚會漏咗任何一個人。又多謝殷敏賢啦，又多謝幫我拍 MV 嘅成個製作團隊啦 ，everybody 同埋多謝你哋，多謝你訪問，同埋最緊要多謝你自己嘅努力啦。Yeah， 多謝我哋 ，You gotta try， 加油。Yeah。